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16页，416页，倒数第四行，从最下面这一句看起，舜帝四月，此乃法藏菩萨自开他立门也。下面是黄念老告诉我们，舜帝是这一句话了，道破尽宗玄微也，世称尽宗为他立法门。这一句话说得好这是十方一切诸佛所没有的阿弥陀佛特别开这个法门，他立法门要我们靠佛就行了，就能成就了这个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得靠自己。要断烦恼，要消业障，烦恼断尽，业障消尽，这才能成佛尽宗不要，不必要。断烦恼消业障非常不容易。尽宗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不用断烦恼，不用消业障。那烦恼业障怎么办呢？就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深深自然消尽了。这个不可思议这个道理前面说的很多，后面还要说，理太深了凡夫没有办法想象。这一桩事情经上讲得很好，为佛与佛了方能究竟只有诸佛如来懂明了这桩事情，等觉菩萨对这个事情很模糊，不很清楚，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但是它很容易行只要真信，只要真想到极乐世界去，真想亲近阿弥陀佛，做弥陀弟子，那就行了，就这么个条件就行了。不论男女老少，无论知与不晓，乃至于你造了无逆施恶、无间地狱罪业，都不要紧，阿弥陀佛都能度你。只要你心愿持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呢？善导大师说得好，四徒九品总在遇语言不同，如果你遇到语言很殊胜，你就上辈上品往生遇语言不一样不一定是什么的品位别以为那个造无间地狱罪业，他要遇到语言殊胜他上上品往生，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一句话说得好极乐世界往生作佛，大家都是平等的就在语言不同
缘，我们说了，个人的运气，遇到好缘呢，马上就上升了，直线上升啊。所以缘比什么都重要啊。古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你说圆公大师啊，东晋时候的人，他在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集合志同道合123个人啊，大家在一起念佛求往生，立定志愿不下山，呼吸为戒，不出界限，130个人都成功了，不得了啊！啊，这个缘多殊胜呢！啊，这叫道理要晓得。圆公建立第一个念佛堂，这是我们中国净宗初祖。那个时候，依靠的经典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还没翻译出来，那个时候翻译出来的就是无量寿经，他就一部经啊，真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就全都成功了，盛况不可思议。早往生的人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后往生的人啊，都殊胜。我们再接着看，净宗之所以能三根普被一生成伴，凡夫二乘列灯不退，戒障鼻头一尘怨海，六字洪明之列，此即障他力。那就靠他力，他力就是阿弥陀佛了啊，全靠阿弥陀佛48愿，全靠这一句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就靠这句佛号 啊有这样殊胜的成就，真正不可思议啊！凡夫二乘，这个凡夫包括六道凡夫，包括地狱阿鼻地狱的众生都在其中啊，真正不可思议。你看列灯不退啊，都排列到圆正三不退的阶位，这个阶位是法身菩萨，凡夫到极乐世界就变成法身菩萨，这谁敢相信啊？超过了阿罗汉辟支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全超过啊！这个经实在讲太好了，不能不学你把这部经真的体会得到了，那一大藏教啊，你自然就放旁边了。我这一生就靠这部经够了。啊，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极乐世界。啊，这部经是专讲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有很多年轻的同修愿心很大，要做通家啊，十个宗我都通，要做通家，心不错，可是搞了一辈子一宗都不通啊，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寿命太短了，
时间不够啊，搞哪一宗啊都得要搞二三十年的、十个宗啊搞两三百年的，你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呢？没那么长寿命嘛。啊，所以古人懂得，古人一生搞一宗，啊，一宗二三十年差不多啊，能搞通啊。啊，所以他一生呢能有成就。啊，现在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搞通了，门门都通了，宗宗都通了，这个了不起啊！这无比的殊胜啊。古来的祖师大德跟印度这些高僧啊，他们有智慧，他们聪明懂得。学佛学道目的是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怎么就通一切都通了？见性就通了，不能明心见性你就不通啊。啊，净土宗也明心见性吗？没错，一点都不错。净土用什么方法明心见性呢？用心愿持名，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不稀奇呀、啊，没有道理一心不乱。临命终时那是关键，最后这一念是念阿弥陀佛，他一生就只念这一句，就是临终断气之前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这稀奇啊，这个不得了啊！啊，念一辈子佛念到离一心不乱，这个难的，这个我们能讲得通啊。一生没有念过佛，不相信佛，到临终劝他念佛，他居然肯念一声阿弥陀佛，啊，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也到极乐世界去了，也做阿惟越致菩萨了，谁敢相信啊？但是他是真的，啊，他那个一念心要是纯净，最后一念是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念，没有怀疑，他的品位一下就拉到法身菩萨，就拉上去了。啊，这才稀奇。啊，这个才真正叫殊胜，真正叫第一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这就是仗他的啊，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智慧不可思议啊，这种善巧方便能让无逆失恶众生生到极乐世界都一生成佛啊，还有哪个法门比这更殊胜？找不到了。殊胜方便堪称第一啊，我们有幸这一生遇到了啊，遇到了要不能往生，这个遇到就白遇到了啊！为什么很多人念佛不能往生？念佛的道理没有通达，所以
对于极乐世界，对于往生不退成佛，实际上是半信半疑。如果他真的相信这句佛号，他肯放下吗？决定不肯呐！这一句佛号保证我一生往生成佛，还有什么利益能跟他相比？啊，全世界给你也比不上。为什么？全世界给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法门不但帮助你一生永脱轮回，帮助你圆成佛道啊！你到哪里去找啊？啊，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正断疑生信，破迷开悟。这经不学不行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天中断呢。你说他多负责，多尽职。啊，我们要不肯学，不认真念佛，不能往生，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啊，天下事，什么事都是小事。只有这一桩事情是大事。啊，护持念佛道场就是护持如来正法救助。护持的自己真念，自己带头。啊，净宗之所以就近方便者，皆以弥陀无上果觉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如来的果觉果报啊，我们今天用它来做我们的因地心。我们修什么？修因嘛，将来就有果嘛。用如来的果做我修心的因，你看，这还得了吗？这一句名号，概括遍法界虚空界。无量的智慧德相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念这个名号就是念全宇宙，一法不漏。啊，你念修别的念别的都是局部的，这是全体。啊，阿弥陀佛的名号是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全在里头。你就晓得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名号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你通通都明了，通通都通达，没有一桩你不知道的，啊，真的是全知全能。
啊，南无两个字也是梵语，梵成中国意思皈依、皈命。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完全翻成中国意思的皈依无量救，皈命无量救。啊，无量，一切都无量。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样样都无量，没有一样不无量。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就仗着这一句名号啊，啊，念这一句佛号，要跟阿弥陀佛相应。经上说得好，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怎么会才能相应？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相应了。啊，应大国海，国持因缘。因果是业了，不是二啊！啊，你看因是佛号，啊，果我们念这句佛号，果报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啊，什么因呢？成的果呢？念阿弥陀佛的因。啊，果持因缘呢？因果是一体，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呢。什么人念，什么人成就啊？称之为果海啊！啊，法界、虚空界，不知道多少众生在念。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人多，没有法子计算了，太多太多了。啊，阿弥陀佛，天天为他们说法。啊，为今天新来的人说法。也为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成正觉的人说话。成正觉他成佛了，毕业了，毕业他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去了，还没有毕业的统统在一起，这像学校一样啊，每一天都有新生来啊。啊，而且往生啊，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往生是最快乐的事情，啊，是最大的喜事。为什么呢？无量劫，这过去无量劫中啊，你什么家亲眷属朋友对吧？到极乐世界全都看到了，不孤单呢、啊，啊，朋友当中好多人念佛都往生了，他们都在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遇到好多熟人呢、啊、那都是好人呢、啊、那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人啊，他们早往生了啊，在那里等我们啊。所以极乐世界不怕没有朋友啊，多得很，多的是啊，啊，同参道友、亲戚朋友太多太多了。啊，我们中国这个十三代的祖师就挂在这里，到那去全看到了，呵呵，全都遇到了。他们在欢迎，哦，你来，欢迎你来。啊，比到任何地方都殊胜，是熟人多。嗯，
不可思议。此又是他力的妙用。啊，念佛法门的妙用啊，更加以外生异性，机灵难明。啊，外生是阿弥陀佛。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这部经念懂了，我们相信了，不怀疑了。机灵难明，机灵是什么？你就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是你呀、啊！这个搞不通了，这真搞不通了。这话是不是真的？一点没说错。阿弥陀佛从哪里呢？我自信变现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极乐世界从哪来的？也是我心想生的。一切法不离心想。我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我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从心想生啊，所以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净则佛土净。啊，经上讲的多清楚，多明白，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回不过来。啊，总没有回归到自信。啊，机灵难明啊，这个呀明了之后、心性就定了，再不会动摇了。知道什么呢？自己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是一体，是一个心啊。把这个道理引申呢，我们眼前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自己心想生，全都跟我是一体，就如同做梦，在梦里头忽然觉悟了，我是在做梦，知道自己在做梦，做梦了，梦中的东西不都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哪有外头跑到你梦里头呢？没有啊，梦里好人是你变的，梦里坏人也是你变的啊，梦里的亲人是你变的，梦里头冤家债主还是你自己变的，是一不是二，你的平等心就现前了。平等心是佛心的啊，清净心是菩萨心，平等心是佛心啊，那就成佛了。啊，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住，就成佛了。是以具夫凡夫，但能信，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个三句话。是阿弥陀经上的具缚凡夫，缚是烦恼，你的烦恼一品都没断啊，一品都没有断的断烦恼的这种凡夫，只要能相信有世界名为极乐，真有，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里两个有字重要啊，真有不是假有啊，啊，深信此两个有字啊，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尘住坏空，极乐世界没有尘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
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极乐世界是真常的。啊，我们修行的功夫在这里不得力，到极乐世界就得力了。有佛加持，有诸菩萨加持，这个地方能不去吗？所以偶益大师晚年自己起了个别号，叫西游道人。西是西方，西方真有，他叫西游道人，就是这两个游。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深信此两个有字，切愿往生。你看，有信有愿，啊，切愿，一向持名，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只持名号，即可如愿。你的愿就可以满了，你决定得生，你决定见佛，你决定成佛。啊，金灯不退，是乃凡愚所同能。这一句了不起啊！不是只有大智慧，啊，大德大能才能往生，什么都没有都可以往生，只要你相信，只要肯去，啊，无逆十恶罪也能往生。说若独眼救民自心，这个救民自心就是明心见性，那你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这则为上智作所所堪任呢？啊，慧能大师讲的，那只有上上根人才能做得到。啊，法藏菩萨于因地中，这他还没成佛了，还是比丘的身份呢。啊，发大菩提心，发大愿，再称他为菩萨。啊，他在修学过程当中，悲愿宏深呐，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愿力宏深，宏是大了啊！开显此他力法门啊，开这么一个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开这个法门，是以世称弥陀乃大愿之王啊！世间人称阿弥陀佛为大愿王，啊，大愿王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发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啊，什么众生都度，啊，不但有情众生他度，无情众生也度，啊，其实无情。是我们凡夫之见，以为是无情，实际上不是的。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不具足五蕴。五蕴是色受想行识，我们问问我们眼前这个桌椅具不具足五蕴呢？具足啊，你能看得见这个桌子，这色法啊，这个桌子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你知不知道呢？不知道。我们认为他不可能，他真的。那为什么是真的？弥勒菩萨告诉我，组成这个座椅的物质是什么？科学家了，把这张桌子拿去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组成的？把桌子磨成细粉，磨成微尘，在显微镜之下看它的时候，看它是原子，看它是电子，看它是粒子。看到最小的念老注解里头有说到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是电子，把电子再分成多小，分成100亿个，一个电子分成100亿个，那一个叫中微子，它都具足受想行识。那这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它怎么会不能看呢？就跟江本博士做水实验的，所有一切现象都会看会听，都懂得人的意思。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华严经上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它是唯心所现的，它里头就有心，就有见闻觉知，凡夫迷了就把它变成受想行识。在一真法界里头叫见闻觉知，在佛的18庄严图。在设法界里面呢叫见闻觉知。我们明白这桩事情，对于心经上解释明白了，观自在菩萨心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是照见那个微中子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那叫无因皆空。在那个境界里的人，所以佛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就是真如自性，就是法身，就是法性。所以普贤菩萨叫人礼敬诸佛。中国老祖宗教人《礼记》上头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没有一样
不尊敬的。一根汗毛，一粒微尘，对他的恭敬跟对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平等的恭敬心啊，这是谁呀？这叫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的礼敬诸佛我们没有做到，就是我们只对有情众生恭敬，对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一毛一尘我们没恭敬，我们把这个疏忽掉了啊，而不知道的时候，一毛一尘的时候都是心现识变，通通有发现的，有发现的就是佛啊。再看下面有密宗啊，也是他里面同书果教啊，这个大乘八个宗，成佛呢有三个门进去啊，外面是三个门，里头没有。这三个门就是觉、正、见啊。你看一入佛门呢，给你受三皈依，就把这个传给你。你将来成佛了，就从这三个门进去，三个门任何一个门都可以啊。走觉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信宗走这个门啊。这个门呢要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你进不去啊。第二个门正门啊，正知正见啊，就是皈依法啊，法就是正知正见，这个门进去，这个门呢中下根性都可以啊。这是渐修，慢慢开悟，就像念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慢慢来啊，这是一般人都会成就的，时间很长。啊，这是第二个门。第三个门呢，是个特别门，净门。净而不染，净土是净门。走这个门，密宗也是走这个门。啊，所以密跟这个净土通通是修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那三个门进去之后，全部都得到。无论从哪个门进去，从旧门进去，真净都得到。啊，正门进去，觉净也得到。啊，进门进去呢，觉正都得到。啊，进去之后圆满成就了。啊，没有进门的时候有觉真见分别，进去之后就没有了。这三门呢、啊、三门你看看，一入佛门啊，老师就把它传授给你。这就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一生无论修哪个法门，你都不能离开这三个原则：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啊，这三个认定一个，三个你都得到。啊，所以密宗也是他里面同书国教。
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国教不离开念佛。啊，密宗念不念佛？念佛。他不念佛，他不能成就。啊，皆从古起修啊，此殊胜难思之他理门，正是弥陀悲怨至切处啊！啊，弥陀的慈悲达到了极处啊！啊，亦正是净密二宗啊，方便究竟处啊，但是净比灭还要方便，因为它两个都是属于净啊，修清净心。净土方便在哪里呢？是离开染污的清净心比较容易啊。密宗是不离染污，在里头修清净心那很难。啊，我早年亲近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告诉我，密宗是两个路，一个是成佛，一个是堕地狱，没有当中的。啊，为什么呢？密那个净是在染里头修净，这个太难了。你在金银七宝里面练什么？练不贪财啊！净土宗是原理，就是那个东西我离开它，我修清净啊。男女女色我离开它，我修清净。密宗不是的呀！啊，你看密宗的佛像，密宗的阿弥陀佛，啊，怀里头抱的明妃，啊，阿弥陀佛像造的抱明妃呀，那个清净叫真清净。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呢？啊，财色名食睡他不利，在里头修清净心，一尘不染，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成佛了。做不到呢？做不到你干这个事情下地狱。密太难了啊！净是远离财色名食睡，修清净心，他是拥抱着财色名食睡修清净心，那是无上的清净心呐、啊！我们只有对他仰慕啊，尊敬崇拜，不敢说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密宗修学条件很多，现在都没有了啊。我跟张家大师，他没有叫我学密，为什么呢？不够资格啊。密宗学密的条件，先要学十年贤教，就是经教，要学十年。十年通过考试，在西藏考试及格，有个学位叫格西，拿到格西的学位才可以开始学密。所以贤是密的基础啊，你没有这个根基，你不能接受啊，你接受完全毁掉了。所以这个道理很深的、啊。那学佛要不要学密了？学佛一定要修，不修密不能成佛啊。什么时候学密呢？什么时候你登地了，到初地了才开始修。十地菩萨，十地之前没资格，是吧？十住啊，十行、十回向没资格。
你功夫不到嘛。啊，登地那个定功成就了。啊，七情五欲根本不沾染，根本不起心，不动念。啊，它比禅还高，叫真清净的。所以我虽然没有学过，老师把这些常识早年都讲给我听。啊，我了解。啊，所以我对密宗尊重。啊，不敢修学，没有那个定力。啊，那别人修学，我们也不敢批评。我们是凡夫，不知道人家的功夫。啊，人家真有定功，当然是好事情。没有定功，他自己会堕落。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啊！啊，我们不可以批评。啊，为什么呢？批评是谤佛，密宗是佛传。啊，佛所传的没有错，不经过考验，你怎么能知道你烦恼断尽的，你心清净的？啊，考验就是五欲六尘呐。啊，我们看《多华严经》，看善财童子五食三餐，那就是考验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接触。啊，你只有接触，你才能了解，了解是智慧，如如不动是定功，定慧双修啊。玉香长者，这华严经的一位大德了，他修禅定，他禅定在哪修啊？像我们今天讲的百货公司，哎，外国的墨那个里头去修，哎，你就去看去逛，哦，你看他说的这各式各样新的产品五花八门，你看着那智慧，我样样都晓得，里面呢如如不动，那叫定功啊。啊，看到这个喜欢那个喜欢，你定功就没有了。哎，叫你看也看，叫你不动心。啊，那才叫定功成就。啊，所以躲在深山里头入定，那个定不算定啊。红尘里头入定，那个定才叫真定。啊，就佛法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啊，那什么呢？所以显教基础重要，彻底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的了解了，啊，在我面前全是幻象，啊，像看电影、看电视一样。你不会给他起心动念，为什么？你知道他假的。啊，你要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现象，就跟电影、电视里的表演一样，你可以欣赏。绝不动心，绝不起心动念，啊，样样明了，样样不起心不动念，这才叫成就。啊，这个是迷的净，跟净土的净，净土是显教的净，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对他们种种行持不批评，我们是凡夫，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他是真的，那他是菩萨，他是佛；他是假的，果报他受。我们不谤佛，不谤法，不谤僧，啊，这个要守得严，一定要懂得。啊，我们净土宗吃素食，密宗是吃肉食。
啊，他吃的那些东西，他有本事渡他，渡他超生。你没有本事，你就别吃他。为什么？他将来找你报仇，冤冤相报。你有本事，我吃了你，超度你，你做佛去了，那他欢喜啊，愿意供养你啊。这个道理要懂得了，他不是骗人的，跟儒说他骗不了人的。为什么？自己要承担因果，他怎么会骗人？啊，当然环境也有关系。啊，你说藏民，他们在居住在高原，高原里头没有农产品，没有蔬菜。他只有牛羊肉生活嘛，这是个不得已，不得已他有功夫超度他，没有这个超度的本事，那就结上冤仇，那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密宗也是大慈大悲。也是爱护一切众生的。所以现在麻烦在哪里？麻烦在大家不讲教了，麻烦在这里了。这个张家大师也是著作登深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写过东西，差不多将近有500,000-600,000字，但是战乱当中都丢掉了，到台湾没能带去，全都毁掉了，这很可惜。晚年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遇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很爱护我，鼓励我们，我出家就他替我决定的。他叫我别去做官，出家好。我听他的话，告诉我学释迦牟尼佛。你看，第一本叫我看的书《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你要学佛，你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不认识他，你将来会走错路。你首先要认识他，这个很重要，讲得非常合乎逻辑。我们很尊重他。那么读了那个释迦谱，是从经典里面记录出来的。也是一个汇集本，唐朝时候古人的作品，看了之后就像看这种书一样，知道释迦牟尼佛身世，大慈大悲，大智大德，舍弃王位，从事于教学，教化众生。我们看了之后感到它不像宗教。那要以我们的看法，释迦牟尼佛身份应该是，用现在的话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搞教育，他的身份是职业老师，天天上课，而且他义务的，他不收学费，学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跟他学，他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信仰，所以在印度很多宗教徒都跟他学，他没有说你改变宗教，没有，你好好信你的教。所以它是社会教育嘛。
啊，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有许多这些这个外道啊、婆罗门呐、啊，这个这都是印度一些宗教徒啊，跟释迦牟尼佛学，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没有改变宗教思想，宗教的这个信仰不改变啊，所以大家欢喜啊，大家相信啊。啊，跟他确实学智慧啊，这个一生教学是以开悟为主，开智慧为主啊。这个下面这一句说得很好，盖自他本来不二啊，自是自己，这个他是佛，阿弥陀佛，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肯仗他力，即是于此难信之法，能生净心。所以净宗的信，第一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什么呢？观经上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要信自己，自己的心就是佛，信我本来是佛，你要相信这个啊，是心作佛，我现在迷了自心，变成凡夫了，我现在想作佛，我回到自己的本位，用什么方法回我本位，回到本位呢？我依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教我这个方法，让我自己回到本位，是这个意思啊。啊，人家问你佛是什么呢？佛是觉悟，佛是明了，对于宇宙人生万事万物都能真正了解通达，这叫佛啊。所以佛不是神，不是心，佛是人啊，是一个什么东西都通达的人啊，都明了的人，这个人叫佛。就搞清楚他不是宗教啊，啊，宗教两个意思是好啊，他不是宗教啊。如果用中国宗教两个字来说的，那它是真的宗教，它不是假的啊。宗教是在中国宗教三个讲法，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那释迦牟尼佛真具备了，三个条件都具备了啊。那宗教是教育，那最高的教育啊，这是宗教的大事啊！啊，他是这么个身份啊，而且他说到他就做到啊，他不会说是自己做不到啊，去教别人，没有，他全做到了啊，别人相信他了。啊，不欺骗别人的啊，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一个好的模范啊，所以我们向他学习啊，我们一生做的是教学，
我们肯定这是最完美的社会教育。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所表现的。啊，我们集成这个佛法。啊，现在我们有佛陀教育的佛法。啊，这个一定要清楚。啊，佛教这两个字本来是很好的，现在被人误会，说它是宗教，说它是迷信。啊，所以我们不能不证明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啊，证明了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啊，像儒家说孔孟教育。啊，这是佛陀教育。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宗教都是好的。你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里面都叫伦理，都叫道德，都叫因果，这种教育都能教人做好人，没有宗教教人做坏人的。啊，我们要想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啊，人人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宗教教育是非常必要。现在教育里头缺乏的是伦理，没有教伦理的，没有教道德的，没有教因果的。但是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都有这些的经文，都有这些教诲。啊，你不去接触，你不了解；你接触之后，你了解它。啊，所以宗教呢，必须要回归到教学。啊，像最初，啊，摩西、耶稣，啊，经常都是讲经教学。啊，如果离开宗教教育，这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让社会大众啊认为宗教是迷信，啊，不愿意跟宗教往来。这桩事情我们不能怪社会大众，回过头来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啊，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让大家产生误会。啊，如果我们做得很好，人家当然有信心，不至于产生误会。啊，会接受。啊，那么宗教对于社会就有很大的贡献。真正明白自他本来不二，真正明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我们就真正能甘心情愿肯仗他理。啊，于此难信之法了，能生净信。难信能信，全有当人之无上智慧。你真能相信是智慧，没有智慧怎么可以相信？啊，没有真智慧，那个信心会动摇；有真智慧，信心不会动摇。
啊，这就是自利。但能信如老实念去，自然能所念忘。这是念到功夫成熟，念到一心不乱了。啊，所有一切对立的这种概念呢，完全没有了。能所是对立的，啊，那就是一心现前了。啊，一心有事业心，有理业心。啊，理业心不乱，跟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啊，自性朗现就是明心见性。啊，从四持到立持。啊，我们开头念佛是四持，到最后的时候，自性朗然的时候，那就是离持了，跟禅宗境界完全相同。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开悟了，这个境界是相同的。啊，借凡心成佛心呐，净宗之妙全在于此。啊，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啊，理太深了，真不容易懂啊！我们搞这么多年呢，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如果是寿命不够长啊，真没有办法。啊，说实在话，我的寿命是45岁，如果45岁那一年就走了。当然也是念佛走的，我自己知道寿命到了，啊，念佛，不看病，也不吃药了。我的观念是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他没办法医，啊，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我一生没生过病。什么医院没有我的病例？啊，那一年我出家讲经讲了12年了。啊，45岁了，我讲了12年。所以甘珠和佛告诉我，他说你的寿命延长了，你这么多年讲经功德。啊，这讲经这桩事情是李老师教的。啊，这些老人好像李老师跟张家大师同年，我认识李老师的时候70岁。李老师70岁，认识张家大师的时候，大师是65岁，他68岁走的，我跟他3年。啊，这些老人非常慈悲，看到年轻人，啊，命很薄，相看相看得出来，啊，不是长命的相，啊，也没有福报。就劝他学佛，劝他讲经，啊，讲经修福最快也最大。啊，老师教导我们了，啊，我们那时候10几个同学，这年轻同学，啊，我们真干了，啊，就走上这条路，是越讲越欢喜，啊。越学越欢喜。我们看底下这一段，
法藏比丘依然是求佛详细给他讲解，唯愿如来应证遍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这是请法了，言是宣说，如来应证遍知，即是如来应供证遍知，这是佛十号里面的三号啊，此乃简称，代表佛的十号。十号是赞叹佛的大智、大德、大能啊，这是出于赞颂啊。法藏菩萨成名，这陈述说明非我境界之后啊，再祈请世间自在王如来为他广说，就是详细说明诸佛无量啊甚妙刹土啊，他想知道啊，知道的原因目的何在呢？下面就说清楚了，四修满愿啊，说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我会四位修习是满所愿啊，也就是想要知道一切诸佛刹土作为自己建立极乐世界的依据。所以极乐世界不是自己凭空想象成就的啊，是参观210亿佛土，人家里的好的他全收，我都学，不好的我都不要啊。210亿不是数字，是密宗里头代表大圆满，意思是无量无边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法藏菩萨都想去看看，都想用现在话去考察去学习啊，所以极乐世界也是汇集的，汇集所有诸佛刹土里头最美好的最精华的，他不是凭空想的，让不好的全不要，好的我都要，所以极乐世界比哪一个佛世界都好，原因在此地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段大意为法藏菩萨答曰，此意太深了，超我境界啊，如果通俗的话说的，勉强可做水平啊，不是我的水平呐 啊。于是再度请佛广说无量佛刹，说我若闻后，定能如法修习，圆满所愿。我若得闻如是等等妙刹。啊，即其摄取之法，是这个建造这个世界的方法啊，他怎么成就的都想知道啊，想看到佛国土，也想知道佛国土里的一切的因果，什么因得什么样的结果啊。那么他都知道之后，他说我当四位修习，
适当圆满我之所愿。他的愿就是要令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快快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那为什么建立是极乐世界呢？帮助这些众生早一天成佛啊，在极乐世界决定是一生成就，不必到第二生啊。所以他要了解诸佛世界的状况啊。底下一段佛就为他宣说了，世间自在王佛知道法藏菩萨啊，知道他的大愿无比的深广啊，所以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啊，他的智大愿深啊，要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高明，高是上，是从远的意思，明是光照通的意思。会所里的说，高明呢是从德上讲的啊，他有这样了不起的德行呢。深广呢是从愿心上讲的啊，为持戒禅定超胜世间呢，这叫高方便般若照旧诸法了，这叫明，叫高明啊，圆彻来际无扰。这卦谱有个简单解释，未能能圆就达啊，这个就是研究，达是通达，于未来之基础而没有障碍啊，这叫是圆彻来际无扰啊，他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这个大智啊，不为之深，周摄一切无疑，这叫光。这就是他想去收集资料啊，诸佛刹土里头一切美好的，一切能帮助众生的觉悟的，帮助众生的成佛的，他全都要啊，收集这些资料来建设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这么沉的，不是凭空想象的啊，他四十八愿也是从参观210亿佛国度里面发的愿，看到人家有地狱，这个不好，我不要这个啊，看到这个地方有畜生，我也不要这个。所以他头一愿就是我这个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哎，别的地方有，我这没有啊。第二愿你看，这是没有三恶道的果啊，第二愿是没有三恶道的因啊。极乐世界那这个人绝对不会起三恶道的念头，三恶道念头就是贪嗔痴慢疑啊，他不会起这个念头，他不会造这个业，所以他永远不会走三恶道。所以他是到处去参观的，好的就学，不好的就不要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就非常非常殊胜的，啊，我们看下面佛给他的开示，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应其心愿，悉心于之。啊，不但跟他讲啊，而且还用佛的神力把这些世界让他看到。啊，等于是让他亲自看到。啊，摄事法时呢，仅千一岁。世间自在王给法藏比丘讲经，讲了多久啊？1000亿岁呀！他们的寿命长啊，他们寿命42劫，所以千亿岁在他的讲呢，不算太长。人寿命长好啊，你才能学到多少东西啊！你寿命短了学不到啊，时间不够啊，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人福报太大了，啊，佛的寿命42劫，当然人民都差不多，人民也是这么长的寿命，啊，所以佛讲经能够讲，对他一个人讲这桩事情就花了千亿岁，啊，1000亿年呢。啊，介绍设方诸佛刹土啊，让他看，让他学习，啊，让他就观摩考察。啊，我们看注解，即为宣说，表佛说法，悉心于之，表佛现土，佛有能力。把他方世界展现在面前，让他看。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就度韦提希夫人。韦提夫人遭了家庭变故，啊，儿子受了提婆达多的挑唆。啊，杀他的父亲，想夺取王位。父亲要传给他的时候，他等不及了。啊，等不及了。啊，把他母亲囚禁起来。这就是现在讲政变嘛，家庭的政变嘛。啊，所以夫人在被囚禁的时候，向释迦牟尼佛求救，啊，佛就知道了，带着目犍连，舍利弗，啊，就在他面前现身，啊，这个妇人就诉苦。啊，韦提希夫人诉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逆子，大不孝。问佛，有没有好的清净世界，我愿意往生。啊，释迦牟尼佛也把诸佛国土展现给他看，让他自己选择。他看了之后，告诉释迦牟尼佛，我看极乐世界不错。我很想到那里去，啊！你叫我怎么去法？佛能把展现给你看，让你自己去选择。啊，所以法藏菩萨也如是啊，他的老师把十方诸佛刹土展现出来给他看。让他慢慢看，啊，千亿年的时间，啊，可以仔细去看，啊，让他认真去学习，啊，是世间自在王佛宣说行事210亿
诸佛刹，功德眼睛，啊，这些佛刹，诸佛的功德，庄严清净，广大圆满之相。啊，严净是庄严清净，圆满呢，圆是周边的意思，性体周边叫做圆，满是具足，故圆满亦有圆，亦作圆足，故知圆满即华严宗圆明具德的意思。啊，圆明具德是华严十玄之一，前面我们学过。啊，二百一十亿呢，此有疑虑。啊，有些人在怀疑，若法藏菩萨当时所见现于二百一十亿的数量，何以又云所设佛国都胜无数诸佛国土？二百一十亿是有数啊，啊，极乐世界成就啊，是都胜无数诸佛国土啊，超过二百一十亿啊。啊，下面有两个解答。第一个，据《华严经》，是这个华藏世界品的意思。佛刹，无量啊，总有二十重，其围绕刹数啊，即二百一十亿微尘数。你看，二百一十亿后头有微尘数啊。今此经中啊，亦以二百一十亿标示刹土之数，暗合华严，即含摄十方无量之国土啊。这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大智度论》里头讲，阿弥陀佛先世时作法藏比丘，佛将导遍至，佛降导就是佛带着他，这个将就是带着他啊，导就是导览游览啊，遍至十方，是清净国，令选择净妙之国，以自庄严其国。这个其国就是极乐世界。啊，由是四指，经义乃以二百一十一刹代表十方佛刹。啊，表这个意思。啊，所以二百一十一不能看作数目字。至于所设置二百一十一佛土，为限于清净佛土，还是间接秽土？啊，是只看净土，还是连一些不净的染污的通通都看？古德根据经文中，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有两种说法。啊，一者家乡素云，二百一十亿佛土啊，善因虽有强弱之分，然所照之土同是七宝国土之粗妙影现。啊，粗之言大，妙之言美，名所现的二百一十亿皆是大善之土。啊，那么据加强寺的意思呢，所现的
全部是净土。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呢，通信净慧净隐素啊，净隐是隋朝慧远大师啊，他老人家的名号啊跟我们初祖完全相同啊，庐山也是慧远大师，他也是慧远，不同时代啊，庐山慧远大师是晋朝时候，这个是隋朝时候，所以历史上叫他做小慧远啊，名号完全相同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净隐素，他注解里头说，粗是不净也，摄恶摄粗令其舍远呢，摄善摄妙啊，使其休息啊，是此所说呢，211佛刹有净有慧啊，净心思意即思玄意思妄息，这些人呢也具云同会，跟慧远法师的说法相同啊，都认为这个211佛刹的有净土有慧土啊，都包括在其中。悲华经云，所现国土或有世界严禁妙好，乃至或有世界有大火灾，是为见有秽土之明证呢，有经为证啊，《悲华经》里头有提到。又所现佛土有报有化，悲华经云，或有世界纯是菩萨遍满其国，无有声闻缘觉之名，这是报土，这是报庄严土。又或有世界清净微妙无住住卧，那么这是化佛的净土。化佛净土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没有住卧啊，十法界里头这个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六道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所以是有净有慧。是则化佛之净土也啊，化佛的净土就是四圣法界。二十世间自在王如来应其心愿啊，这个其就是法藏比丘啊，应他的如他的愿呢，将此211佛刹报土化净慧诸土之相悉现于此，让他都看见啊，看见这个世界形形色色啊，令其得见的啊，而且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让他通通看到。摄事法师经千亿岁，以表说法现土之详尽的，一行时间言粗无碍。啊，在佛的世界里头，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啊，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念。真的得大自在啊！啊，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明了。啊，这个事实真相，现代科学家证明了。啊，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啊，空间不存在了，距离就没有了。啊，时间不存在了，先后没有了。世界千变万化，但是我们要记住，不离自己一念心。啊，全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全都是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不可思议啊！啊，现在的科学家发现到了念力的能量无限大了。如果这个能量集中在一处，那就是佛所说的无事不办。啊，禅定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道理修成的。啊，就是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啊，我们净土宗就是把佛，把这个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至心一处。啊，心里头念头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念头。啊，这叫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第一桩大事。就是你身心健康，啊，你没有任何疾病，啊，为什么呢？身体是物质，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听意念指挥的，啊，心里头没有杂念，心里头没有邪念。你的身体就健康。啊，我们身体有了毛病了，毛病不在外头，是我们的念头不善。啊，我们中国中医都有说，这个地方有个同学给我一份资料。这是讲什么呢？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身体。啊，你看讲，悲伤、烦恼伤肺也。啊，这种心念不好啊，你会得肺病啊。啊，常常发脾气，发脾气会伤肝，会得肝病。啊，烦恼、恐惧。会伤肾，啊，恨，怀恨，会伤自己的心脏，啊，怨恨呢，伤脾胃，怨恨恼怒烦，贪嗔痴慢疑，带给我们身心的毛病，贪嗔痴慢疑，我们的心坏了；怨恨恼怒烦，我们里面的器官有毛病了。如果你把这十个字都断掉，心里头没有
贪嗔痴慢疑，情绪里头没有怨恨恼怒烦，你怎么会生病吧？你身心健康啊，你法喜充满了，不会生病的。如果有病呢，有病一想想，有没有怨恨恼怒烦，有没有贪嗔痴慢疑，有赶快把它断掉，你的病就好了，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用任何医疗，是用你的意念把它调整好了，叫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对自己身体，对外面环境呢，能够消灾免难啊，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啊，海水上升，江河泛滥啊，这与水有关系，水是贪，嗔恨带来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啊，怒火感应在外头的，愚痴感应是风灾啊，龙卷风飓风，愚痴感应的，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是最麻烦的，现在人怀疑连自己不相信啊，对父母不相信，兄弟不相信，没有相信的人我听说夫妻两个结婚首先谈的问题就是财产啊，个人是个人要划分的，那是不相信啊，不相信带来是什么呢，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陷沉到海底，就是免疫的能力全没有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怀疑是信心没有了啊，所以智心一处啊，这些自然灾害都有能力把它化解掉啊，用我们的意念把它化解啊，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像是神奇，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强大的意念可以让太空当中星球改变轨道，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的意念散乱了，就想这东西太多了，太杂了，不能集中啊，啊，要集中力量非常大，所以佛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的，很有道理，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啊，对于佛讲这个事情我们都会讲啊，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还不是带着有疑惑吗，佛的话 90% 我相信 10% 还是有疑惑这就不行啊，我们今天把这些疑问断掉，得利于科学家的报告，我们看到科学家研究的报告就是跟佛说的一样的，那我们相信了，佛3000年讲的，他们是最近说的啊，最近这个研究报告证明啊，这个意念是真的，真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些报告
时间不算长，大概最近30年。啊，一般科学还没有承认它，还在做实验，但是实验的非常成功，已经有几千个案例，啊，做得非常成功。啊，特别是在这个癌症这一方面，啊，让这些癌症人不要去想他的病，专门想好的东西。啊，两三个月之后，他癌症自然就没有了。啊，这是意念产生的效果。啊，你不要老想他。那念佛的人好，我天天想阿弥陀佛。你看，过去山西小院3年前吧，40多个病人，医院放弃治疗。啊，他们自己也晓得，也不再想这个病，就是一心想往生。啊，把病放在一旁不理他了，天天念佛求往生，念了3个月再去检查，病完全没有了。啊，医院感到很困惑，有没有诊断错误，把以前照的这个片子病例检查真有啊，没有错啊，为什么他会好了？认为这是奇迹。啊，科学跟我解释了意念，他念头转了，他不是没想去，不去想病了。啊，如果想病好，这病就很难，根本不理会他。啊，也不想到坏，也不想到好，不理他就没事。啊，这么多的案例说明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所以科学啊，这个近代的量子力学，再往后20-30年这个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他们研究的成果全在佛经里头。佛经讲的比较透彻，佛经变成高等科学了。宗教你不要，高等科学要不要？啊，这个话过去爱因斯坦说过。宗教里面跟科学最接近的就是佛教。他说过这话。啊，可见的爱因斯坦他不外行啊，他对佛教懂得了。那么这个量子力学再进一步的话，就要研究佛经了。啊，看看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跟现在完全印证了。世界不断在进步，不断在改变。啊，这个观念改正过来了，人类就会有幸福，就会有圆满。啊，我相信我们都能够看到。啊，现在时间到了。啊，今天就学习到此地。